小象宝宝，你怎么变胖了？真的吗？我变胖了。小象宝宝，你这体型再胖下去就要变成一只气球了。什么？我怎么办呢？你听我的，照我的方法减肥一定行。减肥，首先不能再吃那么多的东西。除了少吃之外，还要多做运动，例如帮人搬东西，帮人按摩，帮人扇扇子。哎呦，你这是什么减肥法？累死我了！哈哈，我这减肥是假的。说你胖了也是假的。什么？小狼宝宝，你为什么骗我？听我说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就原谅你了。怎么所有的人被小狼宝宝咬咬耳朵就都不生气了呢？被骗了还不生气，还笑得出来，他们是不是有毛病？难道都得了傻瓜病了？大哥，傻瓜病会不会传染呢？那我们要小心，千万别被传染了傻瓜病。
嗨，嘻嘻哈哈，你们又想去干什么坏事啊？你别过来啊，会把傻瓜病传给我们的。把傻瓜病传给你们？啊，不用怕，反正我们要搬家离开草莓乐园了。你们要搬走了？对，我们所有人都要搬走，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被传染了。我得去搬东西了，再见。耶，这些家伙要搬走了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天下喽。我们来了，草莓乐园。西西，你们跑来有什么事吗？你们今天不是要搬走的吗？你听谁说的？小狼宝宝说的。你被小狼宝宝骗了。为什么要骗我？因为今天是愚人节，在这一天大家可以互相骗人，而被骗的人也不许生气。所以对不起。你骗我，我要揍你。愚人节是不可以生气的。你害我白高兴一场，我饶不了你。Thank you.